大家好，在我对面这家飞龙超市正式开业了。今天它的前身是 Western Beef， 看来它加大了很多啊。 Western Beef 是只有在前面，后面这栋也是他们的吧？我们过去看一下。他们有两个停车场，一个在前面，一个在后面。这边的话属于后面进去吧，前面就在我们经常进的进口，之前的 Western Beef， 它好像现在扩充营业。这里是大学点，待会呢就会把地址放到网上。今天星期六啊，挺繁忙的。我们先从它的前门进去吧。老外超市做不起来，现在看看华人超市能不能做起来啊。哇，真的琳琅满目。游水海鲜、鱼肉蔬果、新鲜海参、各国食品、加盐麦味、南北特产、中西百货应有食品。这里是买80块送马苏奶油，一家人买120送25磅米，买200块钱送25磅米两包。这些油也是准备送的。哇，红地毯欢迎啊！到里面看一下。哇，收银台有12个那么多啊，跟老外超市两码事啊。好像地也是换新的，宽大了很多啊。哇，好大，现在看起来华人做生意就是不一样啊。今天这些有没有特价？刚开业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好多人啊，因为有特价嘛。他们的老店是在布鲁克林，第二家店是在长岛，这家是第三家，在纽约市。华人做生意真的简直两码事，看起来。那也难说，这里本来就是华人的社区嘛。这里是卖包点的区域。哦，他们还是那么大，但是停车场加大了，还是跟原来 Western Beef 一样，没有加大。哇，这些炸鱼丸呢，琳琅满目，你看。只是摆设不一样。
从这里出去，还是原来这里进这里出。没错，非常非常方便。如果说呢，您现在刚刚打开，我们是休息，哎，可以过来逛一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菜品都非常非常。今天又过来赚钱了。海参、菜花只需要一块4.9一磅，这个新的。还有我们的螃蟹兰只需要1.29块一磅 啊，还有我们的奶油苗啊，只需要水着牙壶蒸牛两下。蒸牛两下你啊。他請你過來的是嗎？肉食部啊，嗱咁啊，而家啲肉食部咧，大家都知道買肉啦。如果你係買啲雞中翼嘅話咧，就3.29啦。咁啊嚟到，哇，這裡車很多啊，剛開業，你看。我们的大哥树新风在这里做宣传广告啊，真的人山人海，好多人嚟到现场噶啊，上官。是没错，现在的剪彩仪式，欢迎我们各界的朋友呢来参加我们飞龙超市的剪彩仪式。好，欢迎小弟。待会还有舞狮，看一看舞狮吧。车已经准备了，在这里你看，这些都是舞狮的小伙子。幸亏没有开车来，挤到爆啊！这里进来也没有停车位，他说后面还有停车位，到他的后面看一下停车位到底在哪里。忽然间这条街人多了许多，基本上这里都没什么人走动的。走后门到后面看一下，哦，只是这里的停车场，我以为里面还有啊，里面没有啊，里面是别人的老外披萨店。前面就是 Home Depot 啊，这里是老外卖早餐的地方啊。本来我们才是老外啊，这价钱还可以啊。那这里是下货的区域，上货下货的区域。忽然间热闹起来，这里呵呵，这条街。现在开始舞狮了。大家有视频，有时间看看他的视频，广东话的。仲有最好食嘅。
公司没发到钱。凡惠顾80以上送一加仑玉米油，凡惠顾120块钱以上的客人们呢送25磅的大米一包，凡购买200块钱以上的客人呢是送25磅的大米两包，非常非常的划算。飞龙超市的地址呢是74-44 College Town Road /NY11356。同嗰個嗰啲鼓聲啊，因為咧而家開始咧盛大開業咧，一班嘅嘉賓們啊，同埋社區嘅人士咧，準備就緒咧就開始咧就係做呢個剪彩儀式噶嚇。咁啊一個好靚好靚嘅紅色嘅絲帶啦，剪彩儀式嘅。是没错啊，等会儿呢，我们10点钟呢，也将迎来飞龙超市盛大开业的今天的一个剪彩师出来嘅时候咧，佢哋就开始准备定咧，就做呢个剪彩仪式噶吓。咁啊，每一次开箱嘅情况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一定有成师在嘅。咁啊，今次嘅成师咧，都系有话有四条啊，系嘛？有红色嘅四条对嘛？五条啊，有五条嘅绳丝啊，有五条嘅绳丝喺度助兴嘅，咁啊每一条嘅绳丝咧都系非常非常之活泼同埋好精灵啊，咁啊准备就绪咧就系喺啲嘉宾面前咧就预备定咧就开始咧就系、是。时间到了吗？时间到了，开始剪彩。你也去剪一下，让我帮你拍。哇，太多人了，你看，太多人了。
改善血压同肝脏，食一粒泰神灵芝包子油，十倍吸收，十倍康寿。仲有真心真意美国泰神灵芝花旗参茶，系送礼自用嘅佳品，总代健美宝7187973338。大剪刀出来啊，中间那个特别大，看到吗？中间那位你看。在布鲁克林都有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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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位就是大老板，对，这是大老板。这个是第几家超市呢？这是你开的，这数不清楚了，数不清楚。七八上七家，七家八家，七家八家，真厉害。一起旅游吧，兄弟。喂喂，帮我照个相，照个相。Sorry about that. How are you?这位是他的千金呢，这位老板有七八家超市啊。好了，我们也上场了，最后就是祝贺的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